零比零。
不打转，两个快速的，两个车，他两个转接也没你快，啊，两个快速的。别人我觉得还好，就是你勉强的话，能够把球起来的，把球可以防，其他都没什么。对，主要是自己的连贯，往前的话连贯啊。顶你们两侧后场。Thank you.
18。
二。
谢谢。运动员回到场地。5-8。继续比赛，7-9。其实我们是两边起跳，他已经很累了。其实，我们起跳再去抽他，再去压他。精力集中啊！对，防转攻的时候。不是我，连贯的下，不要一块出场。你他想，我得开盖你一脚，他用哪里？你这个意思，你发的很正确。
谢谢。
球是2-17。13-18。14-19。比赛开始，0-0。
7-2
球，第二。Thank you.
心一点啊，处理问题自己两个人商量一下啊，好，抓一抓哦。嗯，十一比十。
四，第十五。
胜利非常非常的不容易。好，我来点个小两句。球迷的支持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，有任何话要对他们说的。但是谢谢我们的球迷最后的支持的好，公平有没有支持对他们说的？